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汐止区这边的西湖钓虾场。为什么我们要来这边钓虾？是因为我好想吃泰国虾料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这边钓钓虾，然后带回去料理吧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进去开单做钓咯， Go！OK 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齁。今天打算来一起钓这边的综合池2个小时，然后它这边的收费是2个小时700元，然后第三个小时是要加300元。钓的部分是使用豆饵3袋。那等一下我们量好水深，就准备开单做钓咯。哎，李贺，我想要开综合池2个小时。哎，谢谢。好，我已经开好综合池2个小时喽。他这边是先预收3个小时1000元，如果你提早收竿，再跟他算钱是多少吧？那我们就来做钓喽。沉了呢，准备好了。哦，刚沉那一下非常的大力耶，那我们来开箱看看，看有没有虾吧。有耶，呜嘘，呜，哇，哎，正吃的耶。我们等了10分钟，终于钓到第一只虾子。浮标下沉喽，来准备好，来准备好，3、2、1，呜嘘，有，呼，哦，好重哦，哦，可以耶，公虾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只公虾也是正吃哎，哎，今天咬矿是 OK 的嘞，已经有拉到虾子的感觉了。好像有号喽，来吧，3、2、1，呜嘘，有，孩子安安，呜，来来来，很会跳哦，安安，哎，哇，就这只是勾到雷达板呢，呵，来吧，呜嘘，呜，很有拉力，很有拉力。呜嘘，大公虾，嗯，哎，可以呢，这只也是正吃的，我觉得可以。在这个平凡又炎热的午后，谁知道天气就像翻书一样，说变就变。哇，我等好久，浮标终于下沉了。因为它现在下雨过后啊，那一瞬间整个池子的钓况突然就改变了，所以我们等这个讯号等了很久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有没有虾吧。3、2、1，呜嘘，有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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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虾子。你看，管是勾到的，这种行军虾讯号就要特别的珍惜啊，不然我们等好久好久才来一个讯号哦。母汤，
OK 啊，那我们今天钓两个小时就好了吼。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去销单算下量喽。我们刚钓完两个小时700元的综合虾池了吼，那我们来算一下我们总共有多少只虾吧。哦，我觉得这个量算是可以了呢。虽然说这边两个小时要700元呢、啊，哦，孩子，一个都不能少回来。来吧，一、二。14，我们今天钓两个小时，总共有14只综合虾。那我们来称一下虾子有多重吧。手秤已经归零了吼，那我们来用台斤计算有多少虾吧。1斤04两，哎呦。给各位看一下，我觉得今天这个钓况啊，尤其我们是钓开门场的钓况，算是，只是不知道平常有来这边做钓的钓友们，你们来钓这里开门场的时候，情况都是如何呢？那等一下我们把这些虾子处理处理再带回家料理吧。蒜头、洋葱、牛排、有盐奶油、黑胡椒、盐盐，还有我们最后的主角泰国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回到了土豆的工作室了哈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牛排虾这个料理。想必各位你们有在台湾吃过牛排的话，哦，他们不只可以点牛鸡猪，甚至可以点小卷或是大虾的部分。然后今天就是莫名其妙很想吃牛排，然后配着大虾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去钓了虾子。那我们就开始料理吧。在我们感觉到锅内有热气飞扬的时候，我们先上一点有盐奶油吧，来吧，吹蕊，好香哦！这个奶油味道我觉得不得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加入牛排，今天我们使用牛排是澳洲牛了，不过我们就把它煎下去吧。这个声音，各位听一下。哇，滋滋作响了，好香哦！那我们先加上盖子，让它煎一下吧。哇，我们先来翻个面吧。哇，煎得好漂亮哦！而且这个味道好香哦。我们再等一下，等两面差不多煎到7分熟的时候，我们就将它起锅吧。
哇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差不多了呢。哇，真赞呢！那接下来我们先煎洋葱吧。洋葱圈，来吧，出一堆。来吹蕊，哇！用这种奶油煎洋葱，我觉得不得了哎。我觉得洋葱已经煎得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先将它起锅吧。那接下来我们将泰国虾直接剖半，然后放到锅里面吧。是说这些虾子稍早我们在虾场钓完虾的时候，我已经将它的脚、须须跟胃囊全部都处理完了。现在我们只需要将它的身体直接剖半下锅就可以了。来吧，催泪。来吧，催泪。来催泪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将蒜头变成蒜泥铺在虾子身上。每只虾子都要有蒜泥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来吧孩子，催泪。接下来我们要拿出这种铁汤匙，我们让有盐奶油在火上烤一烤，让它融化。将融化的有盐奶油淋到泰国虾身上吧。哇，这个看起来真罪恶啊！来吧孩子，催泪。然后我们盖上锅盖让它煎一下吧。那我们煎到已经有蒜香奶油的味道飘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起锅了。哇，打开锅盖这一刻，它的这个香气直接贯穿我的脑门呢。哇！没有想到用奶油煎这些料理，既快速又方便呢。那我们先来吃吃看洋葱这样子煎，好吃吗？哦，这样用奶油煎洋葱，它既清脆又带有鲜甜，我觉得不错哎。那我们再吃吃看牛肉如何吧。其实澳洲牛它咬下去的那一刻，它不像美国牛有一种特殊的牛味，反而澳洲牛它给予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清新的，我觉得很特别。既然我们都在吃牛排了，我们来加一点盐盐吧。
想说吃牛排怎么可以少了我们牛排最好的朋友盐盐，还有黑胡椒。他这种罐子是给我们现磨盐巴用的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来吧，吹蕊。诶诶，那吹蕊蕊。诶诶，母汤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再给这个盐罐一次机会，看他到底能不能成功跑出盐来吧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出来！呜嘘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出来！呜！我们先加一点盐盐就好了，我怕加太多，等一下整块肉会变得很母汤啊。那么再吃看加了盐盐之后的牛排如何呢？那我们再加一点黑胡椒吧。牛排好朋友黑胡椒，吹蕊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！结果真的吹蕊了，哦，母汤啊，这怎么吃啊？沾了胡椒粉的肉，好吃吗？给各位看一下。哇、哦，这上面满满的胡椒粉呢！嗯，哇、哦，这个加黑胡椒是好吃的哎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哎，两面都沾，一点都不能少。哦，哇，沾胡椒粉好好吃哦。哦，那我们再吃吃看奶油蒜龙虾好吃吗？哦，嗯。吃完这只虾子的时候，你满嘴都是鲜虾奶油的香气啊！我觉得加有盐奶油酱刚刚好，哎，很可以呢。各位不妨在家里也可以吃吃看呢、啊。那这些餐点我等一下会吃完的，那么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没有想到黑胡椒什么都很搭、啊，那不如以后直接吃黑胡椒好了。